Hello， 全年葡萄酒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莱特，又到了周五红酒趴的时间了。今天来介绍哪一款酒呢？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一款，酒标上面有印着一个非常可爱的法式斗牛犬的一款酒，那有写着 French Dog， 然后有一个法国的国旗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款酒是来自于法国。那没错，它上面还写着一个 Côte Gascogne， 这个是一个法国产区的地名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它上面还写了一个 Sweet， 代表这支酒应该是一个甜白酒。那这支酒它用的一个葡萄品种叫做大芒仙，酸度比较高，但又有带有甜味，会是什么样的风味呢？我们来喝喝看，分享一下咯。一入口是一种像是柑橘、水蜜桃这样一个酸度跟芳香，然后紧接着是带有那种花蜜的那种甜蜜感，慢慢的浮出来，然后因为它有酸度，所以慢慢的感受到两颊生津，所以它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酸甜平衡的一支酒。而这样带有一个甜美感的一支酒，我会建议搭配一些比较甜度比较低的甜食，像是草莓塔啦，像是奶油泡芙啦，这样的食物搭配起来都会很棒的，相信你会喜欢。 Cheers。